大家下午好。首先要感谢大家的祝福。看到这么多人来参加幸福论坛，啊。 这非常的高兴，可见这个这个幸福看来是很有市场啊，呃，幸福这个问题呢，也是当今社会呀，哎，大众。 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随着这个社会的经济的发展，啊，就是在过去的贫穷的年代，啊，我们很多人都把幸福啊寄托在物质的条件上。 呃，随着这个经济的发达，我们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了，但是呢，并不幸福。所以，这个幸福的对幸福的理解啊，似乎比我们过去想象的，就是这个问题啊，要复杂的多。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 就是我们，我们希望得到的物质的条件啊，啊，一旦满足之后，我们就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啊，当我们一切都拥有了，可是呢，我们过得还是不幸福，所以这就这就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困惑？ 那就是幸福到底是什么？就是幸福是一种，就是一种特定的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感觉。哎，还是幸福，它是作为一种生命的一种本质性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这个幸福的一个认识，啊，它的它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啊，当然，我想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认识啊，它跟我们对生命的意义的认识，啊，这是有关系，因为生命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对于幸福的这个理解啊。 自然，它也不会是一个一个简单的，也不会是一个简单的。那么，我们人生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什么是破坏我们幸福的力量？啊，或者可以说，幸福的最大的天敌是什么？它的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啊，还有呢？ 我们的人生中，如何才能活得幸福？如何才能活得幸福？我想，这个也是应该是一个啊、呃，我们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就像我们过去呢，一直从物质的层面啊、呃、来追求幸福，但是当从物质的层面不能到物质的满足，不能得到幸福的时候。 那那这个那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得到呢？那我想，我们应该知道，作为我们的生命啊，生命的存在事实上包含着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的层面，还有一个是心灵的层面，哎、呃，所以这个对幸福的获得，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问题。 同时呢，它也，呃包含着一个对精神问题的认识和探索。那另外呢，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作为生命的存在，它的本质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这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从悲观主义的哲学来看，生命的本质它就是一个一个痛苦，哎，一种无尽的追求。然后这些追求如果满足了，它就是一种无聊。生命本身它是充满着荒谬、痛苦。哎，当然也有不少人他会认为佛教啊，它是属于悲观主义，它是属于悲观主义。 那如果说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那那我们追求快乐的意义又在哪里？啊，我们追求快乐将会变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哎，那佛法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叫做“心灵创造幸福”。那我想呢，准备从几个层面提供我的一些一些想法啊和思考啊。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 如何面对逆境？如何面对逆境？为什么我会讲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也会哎、呃、接触许多的社会大众，哎、呃，然后他们会到我这边来，会有很多的倾诉，哎、呃，会讲到他们的一些一些遭遇。 一些不幸的遭遇，啊，那这些不幸的遭遇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人生的逆境。每个人在现实的人生中啊，他都会碰到很多的逆境，哎，这些逆境呢，应该是包括，比如说这个健康，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哎，或者呢？ 就是生死问题，啊，生死就是身边遇到一些身边你亲爱的人，哎、呃，这个亲人，哎、呃，不幸去世。那还有呢，就是像家庭的问题，家庭问题应该包括，比如儿女的教育的问题，或者呢，夫妻的这些感情的问题。呃、还有从社会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包括一些人际关系。 甚至呢，就是还有就是天灾人祸啊，遇到各种天灾人祸，那很多人的生活啊，他们本身是在一个非常正常哎的一个状态，一旦如果遇到这些逆境出现的时候啊，他们一下子他们的生活就会进入到一个痛苦的深渊。 往往这个痛苦啊，他他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个人，哎、嗯，某一件事，就会把他的整个生活带入到痛苦的状态。那么为什么会把他带入到痛苦呢？我想呢，多半还是因为就是当事人他对面对这样的一种这个逆境啊。 他不能接纳，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他觉得我的生活不应该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种事情，哎、呃，他很有可能他会就是会会怨天尤人，哎、呃，会抱怨天地，哎、呃，然后他甚至呢会去指责社会，哎、呃，甚至会去指责天地，啊、呃，就是他对这样的一种现状啊，他他不能接受。 不能接纳，我想呢，不能接纳啊，可能是我们造成痛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哎，不能接纳。那为什么这个逆境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哎，这样的一种无常变化，我想。 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那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啊，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他都会有一种恒常的设定，哎，会有一种恒常的设定，哎，这种恒常的设定呢，它是以自我的需要为中心，哎。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恒常的圣地，我们觉得我的身体就是应该健康的，我就是应该长命百岁，有情人就是应该永远能够在一起，哎，那所有的我的这些朋友，他们都应该能够忠诚于我，我的事业就是应该一切的一切都应该顺利，所有的天灾人祸，它可以发生在别人身上，它不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哎，像我这么好的人，哎 就是，就是，通常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份恒长的设定，有了这一份恒长的设定，我们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依赖，哎，一种需求，甚至我们会形成一种贪着，这个贪着会导致一种依赖。当我们有了这种依赖之后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接纳这样的一种。 变化和改变，哎、嗯，所以一旦出现这种变化，我们的内心就会出现什么呢？焦虑。我们的心面对这个环境的变化，作为我们的凡夫来说，通常我们会进入到两种状态：一种就是贪着，一种就是嗔恨。哎、嗯，贪着的状态呢，我们就会因为这种贪着，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焦虑。 恐惧，没有安全感，哎、嗯，因为我们的贪着，贪着使我们对它造成了依赖，依赖那就意味着什么？依赖就就意味着我们不希望它产生任何的变化，一旦它要是产生变化了，我们的内心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的内心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接受这样的一种现实，哎、嗯，所以我们就会引发很多很多的。 因为这个贪主引发很多的负面情绪，那么另外呢，就会产生一种嗔恨，嗔恨就是产生一种对立、仇恨，哎，甚至愤怒，哎，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破坏性的情绪，哎，破坏性的情绪、呃，这就是我们因为这种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正确的去面对。 就会引发很多烦恼。很多人呢，我觉得幸福如何？这个幸福不要被破坏掉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健康，啊，这个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啊，一切顺利，啊，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们会有一种稳定的幸福感。那如何？我们希望这个稳定的幸福感不要被破坏掉？ 那就是我们的内心，哎，因为这个世界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稳定，哎，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一切都是处在一种无常变化之中，哎，无常变化之中，所以当我们就是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不不会被我们的内心哎造成任何的困扰。 痛苦、烦恼，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接纳，要有这种接纳现实的能力。所谓接纳现实的能力呢，那就是我们要接受佛法，它给我们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这就是一个无常的概念。我们内心呢有一种常，啊，我们为什么内心会有一种常呢？当我们对 对这个世界有的过分的一种依赖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永恒的期待和幻想，哎，但事实上这种幻想，它是跟世界的真相是不合不符合的，哎，所以佛法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这个，就是要接受无常的这种智慧，无常这佛法里边有关于这个。 三法印啊，三法印，这个三法印里边，其中有一个，有一个人，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诸行无常，就是从我们内在的身心到外在的世界，一切都是都是处在一种变化，一切都在刹那刹那。什么叫刹那刹那呢？就是哪怕在这非常短暂的时间。 都是在不停的变化，变就是正常的。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易经》，《易经》它要显示的也是一个变异、变化，啊，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无常是代表着一种宇宙的规律，啊，一切都是无常变化。如果我们具备无常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智慧。 那么我们就能够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的变化，那当我们能够面对一切变化的时候，我们面对这各种逆境、生活环境中的变化，我们就能够去接纳它。当我们能够去接纳它的时候，任何一些变化都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无常的智慧。 是可以帮助我们接纳逆境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智慧，这是。那佛法呢？这个还有一种智慧，它也也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正确的去啊接纳这种逆境，那就是佛教呢对这个世界的解释。 其实只有四个字，这个四个字呢，就是因缘因果，哎，就是任何事件的发生，其实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它的前因后果，哎，就像我们自己今天身体不好，身体不好有可能，哎，我们这个我们这些饮食啊，饮食哎不健康。 哎、呃，生活没有规律，哎、呃，或者是缺乏运动，啊、呃，或者呢，我们杀业造的太多，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和长寿。哎、呃，比如我们的人际关系处理的不好，我们人际关系处理的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多半会去责备，会去责备哎、呃，我们的这些呃身边的人，我们觉得别人不好。 我们很少去想到自己不好，哎、呃，我们这个跟别人相处的不好，很多时候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待人处事的方式啊，哎、呃，这是有关系的。所以佛法呢，它会帮助我们，当任何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要去寻找它的因果，它为什么会发生？哎、呃，这样的一个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呃 那在这个寻找因果的过程中呢，佛教他主张，他是要从我们自身改变，从我们自己的改变下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多半，啊我们会去责怪环境，会去责怪对方，我们不懂得去责怪自己，不懂得去改变自己。所以佛教里边有一个观念叫做忏悔的观念。 这个忏悔的观念呢，就是我们学会去检讨自己。我们也发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啊，我们有不少这些这个学员或者学佛的居士，他们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啊，他们的这个经常就会出现很多家庭关系跟先生的关系呀、啊，处理的很不好。 那后来学了佛之后呢，哎，两个人关系就改善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哎，我们了解了一下，通常他的情况是是怎么回事？通常是，我们没有学，如果没有学佛的人，很多时候不懂得去检讨自己，啊、哎，多半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只会去指责别人。当他学佛了之后，开始他的内心就会获得一种关照的力量。 关照的能力，开始关照自己的内心，开始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一个人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的缺点，这是你的一个进步的开始。但当一个人如果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发现自己的不足，开始改变自己，随着你的改变，那么身边的人也会开始相应的改变。 你的整个生活环境也会开始随之改变，哎，所以就是说，我们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自己的身上开始去去了解这个一切事情的发生各有它的因缘因果，哎，我们要去接纳它，哎，然后接纳它了之后呢，我们学会从自己身上改变，从自己的身上改变，达到对这个。 环境的改变，很多时候这种逆境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其实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啊，那我想我们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中国古代这个有一个成语叫做“塞翁失马，哎，焉知非福”，哎，就是福兮祸之所倚。 祸兮福之所趋，啊，福有的时候用不好，它会成为灾难的开始；祸有的时候你用好了，啊，它反而会变成是一件好事。我们也看到在，在在现实的人生中，有不少人是在逆境中成长。 逆境是很励志的，看到很多人在逆境中成长，也有不少人呢，怎么样，是在顺境中沉沦。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些官员啊，这个身陷囹圄，事实上呢，他们都是在这个身居高位。 甚至可以不可一世，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就会为所欲为，啊，最后结果就变成是一个囚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福兮祸之所依，福福兮祸之所依。所以就是顺境对我们的人生来说。 顺境有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忘乎所以，哎，逆境呢，有的时候反而会让我们更加清醒，啊，对人生的思考会更加深刻，啊，所以在佛法的修行里边，他也讲这个逆境，它是可以成为我们修行的真善缘。有的时候顺境容易产让人产生贪着，哎，逆境。 反而会让我们更加清醒，所以我想呢，正确的面对逆境，是我们避，一方面避免让我们陷入到无尽的烦恼中，啊，同时呢，它也是有助于我们人生的成长，啊，如果没有逆境，那确实。 逆境就会成为我们的灾难。很多人就是因为某些逆境，使他的人生陷入到一种痛苦、灾难之中。所以，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嗯。嗯嗯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题目叫做“幸福要有福”。幸福，我们讲幸福，幸福是需要有福报的，哎，需要有福报。那首先我想到的是，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什么，跟福有关系的。 五福临门，啊，这是一句非常吉祥的话。五福临门，啊，这个五福的内容是什么？大家知道吧？啊，第一长寿，啊，第二富贵，啊，第三种康宁，第四种厚德。 第五种善终啊，大家都很清楚啊、哦，嗯，这个就是五福啊。这个五福呢，我们从这个内容来看啊，哎，其实五福是包含着造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呢？它包括长寿，啊，呃，富贵。富贵呢，富就是富有，指的是财富。说明财富对我们人生幸福，从人生的幸福来说，啊、呃，财富它是一个要素。还有贵，啊、呃，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尊贵，或者是有地位，或者是有地位。 这个也是，当然这几种，如果说地位、财富和地位、财富和长寿，这都是属于比较外在的东西。那除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之外呀、啊，第三种很重要，第三种，那就是康宁、健康、身体健康。 内心安宁，对吧？那我们现在的人追求幸福，我们整个社会，我们大家追求幸福，多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都是偏向于外在的东西，啊，财富、地位，啊。但是呢，康宁其实对我们的幸福的，其实这是非常的重要。 身体健康，内心安宁。我想呢，这一点啊，也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普遍缺乏的。所以我经常讲，我说身心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身心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 就是如果没有身心的健康，外在的财富对我们有没有意义呀、啊？没有意义。同时我也认为，就是修。所以说，从身心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所以同时我也提出来的，修身养性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因为修身养性，事实上，它是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是帮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心，啊，健康的身心。所以，幸福从人生的幸福来说，啊，一定要有健康的身心，还要有宁静的内心，啊、宁静的内心。 这个这个安宁，这个宁啊，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人的人呢，内心安宁不安宁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呀、啊，它就是一个充满着躁动的时代。我们现在人的最大的内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浮躁、混乱、不得安宁。 不得安宁，这个跟这个安宁这个概念呢，这个有关系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有关系的一个概念就是烦恼，烦恼。哎，大家对这个烦恼这个概念是不是很熟悉啊？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烦恼是什么意思呢？佛教对这个，因为这个烦恼这个概念是来自于佛教，哎，那这个烦恼这个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从佛教，佛教怎么解释这个两个字？佛教对烦恼两个字的解释就是“烦”，就是老的意思。 恼、no, 就是乱的意思，烦恼就是扰乱我们内心安宁的心理，扰<你>乱我们内心宁静的心理。<你>我们想一想看，是不是当我们的内心没有烦恼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非常的宁静。 自在，对吧？如果我们的内心陷入到烦恼，陷入到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着不自在。所以，安宁宁内心的宁静，事实上它是需要以解除内心的烦恼，没有烦恼，这是我们。 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当我们说到幸福的时候，不仅仅要有财富，啊，外在的财富、地位、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我觉得古人把这个“好德”。 作为这个五福之一，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有意思。好德就是德行，这个我们现在人对这个德行的理解啊，我们基本上也会觉得也会偏于外在的，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德行跟我们生命的这个关系，生命内在的关系。 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从佛教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道德，它是代表着一种一种精神的、啊，精神的追求，啊，跟精神追求有关系。我们有精神追求，我们才会知道道德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没有精神追求， 他就不会意识到道德到底有多么重要，哎，就像我们现在的人，很多人他有的是什么呀？他有的是物质的追求，而缺少精神追求，哎，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这个种道德跟现实的物质的利益就会产生冲突。但是如果我们有精神追求，我们就会知道。 道德的价值，那精神追求对一个人又有多么重要？又有多么重要？我们如何来理解精神追求的重要？我想理解精神追求的重要啊，我们可以从哪里下手呢？可以从，那就是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到底有多重要？事实上，精神追求追求的就是一种健康的精神。 一种良好、健康的心理，健康的精神，从通过追求这种健康的心理、健康的精神，最最终帮助我们造就一种高尚的生命品质。啊，因为人类的健康的心理，它就是造就一种高尚的生命品质。啊。那。 健康的心理到底重要不重要？其实，健康的心理首先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幸福。如果我们的心理是健康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健康的，那我们就是幸福的。反过来说，我们呢，如果心理不健康，我们的内心里边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你们想，这样的人能幸福吗？ 这样人肯定是不会幸福的，啊，所以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我们就能够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因为道德事实上就是代表着一种健康的心理，所以好德，它是我们这个幸福人生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因为它是关系到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所以这个是第四点，第五点善终。这个善终这个概念也是很有意思。我们佛陀有十个名号，其中呢有一个名号叫做善事。跟这个善终其实有点相同。善事就是能够一直识字，然后能够就是好死，这个好死。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到这个佛教里边啊，我们看到唐朝时期有很多这些禅师，他们这个不仅仅一支识字，而且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坐脱立亡，坐在那里就走了，啊，他们想怎么死就能怎么死，这就是在修行上啊，他们他们已经得到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就是生死。 自在，哎，达到一种生死自在的境界，这个，所以这个古人也把它作为这个五德之一。那么现在我们根据这个五福来总结一下，幸福到底有哪一些，哪一些这个主要的因素构成的？哎，有财富。 地位、长寿，这个三种是比较比较外在的。那么还有身体健康、心灵健康，啊，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然后再加上好德，有这样的众多的这些元素，造成了我们人生的幸福。那么我们追求幸福，同样也要从这些方面。我们不仅仅要拥有外在的财富。 我们还要有身体的健康，还要有心灵健康。啊，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比如像道教的思想，他们可能会比较重视养生，啊，重视这个身体的健康。那佛法呢，在中国的文化里边啊，佛教佛教被称为是什么？佛教被称为是心性之学。 心性之学，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里边，佛教对人的这个心性的了解是最透彻的，啊，对我们人的这个心理问题的解决是最透彻的。所以我觉得佛教在中国的文化中，它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哎，佛教它就是一个起到一个心理辅导的作用，哎，在两千多年的这个中国，啊，佛教在中国的流传的过程中，它对普通的老老百姓来说，它就是解决心理问题，到建立信仰。那么，对于很多这些文人士大夫，啊，文化人来说，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就是为中国人的。 修身养性啊，以及解决生命的永恒的困惑，解决生命的永恒的困惑。我们的生命有哪些永恒的困惑啊？我们的生命的永恒的困惑，比如说，我是谁？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还有？ 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我要告诉大家，对这些永恒的困惑，我们需要把它透彻的理解。那这都离不开对人的心性的认识，所以佛法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透彻的去解决。 哎，生命的永恒的困惑，同时也为我们的这种精神追求，啊，修身养性提供雄厚的理论的支持啊和认识，所以这个是这个五福临门是告诉我们作为。 就是我们人生的福报，它有这样的几个要素组成的。那从佛教来说，佛教讲一个人你如何才能有福报？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福报是非常的重要。那佛教呢，这个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福报，那我们需要呢，叫什么？要培植。 福田要耕耘福田，哎，佛教讲到我们有三种三种福田可以耕耘。这个三种福田是什么福田呢？那就是叫做第一种是悲田，第二种呢是恩田，第三种是敬敬田，什么意思？ 首先，第一种叫做悲田，悲就是慈悲的悲，啊，就是从慈悲心产生。他所面向的对象是哪些人？他所面向的对象是普天之下，啊，这些劳苦大众，啊，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中需要快乐，可是没有快乐，他们的生活中。 需要摆脱痛苦，可是没有能力摆脱痛苦。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从从什么动机出发，我们能够从慈悲心出发，帮助他们活得快乐，解决痛苦。当我们从慈悲心出发的时候，我们就能在慈悲心的当下获得极大的福报。 所以我们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慈善的本质，慈善的本质是什么？慈善的本质，啊，慈善的本质，不是一个简单的捐献行为，啊，不是一个简单的捐献、施舍的行为。我要告诉大家，慈善的本质是慈悲大爱。 当你只有具备慈悲大爱之心的时候，你所做的慈善的行为才能真正的称为慈善。如果没有具备慈悲大爱，你做再多的慈善行为，其实严格的来说，它是不能成为慈善的，因为它不是来自于一种爱心。所以，当我们从爱心产生一种施舍的行为，产生一种捐献的行为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爱心中就会产生福报，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福报。所以，这个是第一种叫悲甜，是来自于慈悲心。第二种呢，叫做恩田，恩就是对有恩于你的人，啊，比如你的兄父母、兄弟姐妹、老师。 亲戚、朋友、社会，甚至呢，社会大众，因为我们的整个生活离不开社会大众，甚至离不开天地，离不开太阳，离不开山川的草木，一切的一切。那我们因为有了这一切的存在，使我们才能够很舒适的生活。 那我们面对这一切，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要有感恩的心，要有感恩的心。所以，这个恩田就是从感恩的心产生的。你每天能够带着感恩心去生活，面对所有的人，哎、呃，所有的有恩于你的人。 你都能够带着一份感恩心去生活，去去去做一些回馈回馈他人的事。当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你内心的福报就在增长，哎、呃，你的福报就会在源源不断的产生。哎、呃，当我们带着感恩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切人都很欢喜，因为感恩就是一种非常健康、非常正向。 同时也会给我们产生幸福和快乐的心理，哎，所以感恩心，它不仅仅在结果上能够产生幸福，同时这个行为的本身，因为它是一种健康的心理，同时它也会给我们带来幸福。那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叫做敬。 敬田，敬就是恭敬的敬，就是我们对于有德行，比如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的宗教上的这种师长，包括社会上有德行的人，哎，我们对他呢，升起恭敬心。这个恭敬心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恭敬心有什么好处？比如说，一个人到寺庙，他为什么要通过哎恭敬心礼佛？ 这个恭敬礼佛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说我们通过礼佛可以得到佛菩萨给我们的一种加持？哎、嗯，这个加持它是一个外在的，但我们如果一个人，当你进入到一个神圣的地方，你的内心升起一份虔诚，升起一份恭敬心的时候。 你自己的内心当下，你的恭敬心就把你自己的内心就能净化，你自己就能够净化自己。哎，当我们的内心一个人无所畏惧、哎，没有畏惧，没有恭敬，没有敬畏心的人，其实这个人他会肆无忌惮的，他的每天都是混乱的。哎，因为恭敬心是一种虔诚恭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健康和。 正向的心理所以当一个人的心处在一种虔诚和恭敬的状态的时候，这个人他的内心是纯净的，这个人的生命的状态是幸福的。同时，他带着这个心去面对这些有德的人的时候，他能得到加持。他的清净的心和这个善知识的心和活菩萨的心，他就能够相应，会发生一种连结，哎。 会发生一种感应道交，那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就会充满着一种，他就他就能够去接受这种正能量。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在混乱的状态，那我们只能跟这个世间上的这些五欲六尘，哎，声色名利相应。当我们的内心在纯净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才能跟宇宙中的这种正的能量，啊，正向的力量。 发生感应，发生相应，啊，当我们能够发生感应，我们就会，我们就会获得很大的这样的一种加持和福报。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培植福田，培植福田。我们培植福田，我们才有福。那培植福田呢？那就是要建立这个三种心，什么心啊？慈悲心。 感恩心、恭敬心，啊，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我们能够培养这个三种心，这个三种心就像产生福报的发电站，啊，它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制造福报，哎，产生福报，它会让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啊，心灵会变得越来越健康。 当我们以这种健康的心灵，就是正能量，这种正能量也会招感着外在的这种世界的正向的力量。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就会跟这个什么样的世界相应。所以，拥有什么样的心，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佛教认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善的行，我们的所有的精进。 就是布施的行为，也需要有建立在一定的德行的基础上。这个德行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看到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有虽然有钱，可是呢社会不认可他，不尊重他，然后他自己身体也不健康，甚至寿命很短。有不少有钱人，但是很短命，哎，然后呢他的家庭关系也不和谐。 我想这个呢，我们最近在广州做的一个大型的讲座，叫做《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困惑与希望》啊。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困惑与希望。那么我正好讲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讲到一个成功的问题，成功啊。讲到这个成功的问题，主要探讨的就是我们现在人追求的成功啊，更多的是追求什么呢？ 更多追求的是做事的成功，而忽略了什么？忽略了做人的成功。因为我们现在社会评定成功的标准啊，多半就是用什么靠什么，靠这个像像这个福布斯啊、胡润百富啊，他的这个评估的标准都是根据你的财富，而没有根据你的做人。 哎、啊，那一个人有可能你在这个才做事上有可能是成功的，可是你做人很可能不成功，哎、啊，你很可能身体也不健康，社会也不认可你，家庭乱七八糟的，儿子教育的很糟糕，啊，你虽然很事业上很成功，可是呢，你过的这个并不幸福，啊，你过得并不幸福，所以就是说这个。 成功，我想呢，不仅仅是包含着做人的、做事的成功，更重要也包含着做人的成功。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要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福报是要有福。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题目叫做什么呢？提高认识。 智慧没有烦恼，智慧没有烦恼，那就是要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幸福啊，跟我们的这个认识，这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幸福，哎，跟我们人生的认识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 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西方的这个这个积极心理学啊，积极心理学事实上它所提供的就是一种积极思维，学会积极正向的思维啊，人怎么看世界，这个确实是对对我们人的这个心理的形成啊，确实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就是。 我们的这个认识，它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认决定了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我们有什么样的认识，决定了我们会认识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每个人都会都是带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在看世界。每个人都是带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在看世界，也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 事实上，是你看到的是呈现在你认识上的影像，啊，那也就是我们认识的世界，它是被我们的，它是要受到我们感觉的影响。比如，我们看到的世界跟狗看到的世界一样不一样，狗的认识跟我们人的认识不一样，所以狗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人看到的世界肯定是不一样的。那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感觉以外，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观念，它要受到我们感观念的影响。还有呢，要受到我们的情绪的影响。啊、呃，比如我们对哪一个人有好感，我们看他怎么做都是顺眼的；我们对哪一个人很讨厌，我们怎么看他都不顺眼。啊、呃，所谓什么道理呀、啊？就是情人眼里。 出西施，哎、啊，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它是要受到我们我们的认识，哎、啊，我们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模式，对我们每一个生命是非常的重要，哎、啊，这个佛经里边也有一个佛佛教里边啊，也有一个故事，讲一个老老阿婆啊，她每天在哭，她每天总是不断的在哭，啊，哭什么呢？ 他就是说，他这个天气好他也哭，啊，他下雨天他也哭，哎，人家问他为什么你你每天都在哭啊？他说我有两个女婿，一个是做瓦片的，一个是做雨伞的，哎，那天气好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我那个做做雨伞的这个女婿，他这个雨伞卖不出去，我想着就天天哭，我想着就哭。 哎、啊，那如果下雨天的时候呢，他也哭。他说：“我想到了我那个这个做瓦片的这个女婿，这个下雨天啊，就会影响到他做瓦片。啊”哎，这个所以我也哭。那后来呢，这个有他碰到了一个禅师，这个禅师啊，就跟他讲：“你调动一下思维。啊”哎，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你就想着你那个做雨伞的这个女婿。啊，天气好的时候。 你就想着他这个做做瓦片的这个女婿，啊，那这个老阿婆呢？自从她的观念这么调动过来之后，她每天就过得乐呵呵的，哎，所以从一个每天爱哭的一个老太太，变成每天都是很开心的一个老太太。这个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啊？这个说明呢，就是一个积极思维和。 消极思维啊，是一个积极思维和消极思维。那佛教呢？它不是消极的心理学，它也不单纯是一种这个积极的心理学，哎，佛教它要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它要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就是。 如实的思维，啊、嗯，如实的思维。所谓这个如实的思维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有一句话叫叫这个题目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智慧没有烦恼，啊、嗯，也就是佛教认为我们人类的这个很多烦恼的产生啊，其实呢，它都是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认识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认认识有关系的。佛教他认为我们人的认识，每一个生命我们的认识啊，它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哎、呃，佛教它它对我们防护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它用了两个字，有两个字，这个两个字是什么字？这个两个字叫做无名。 无名无名，这个无名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说，比如这个房间现在把灯关掉，就会怎么样？一片黑暗，无名，这个名这个字在佛教里边呢，它也代表着智慧，它也代表着智慧。 佛教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盏智慧的明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都有一盏智慧的明灯。当这样的一盏智慧的明灯啊，没有点亮之前啊，没有点亮之前，我们的生命就会处在一种无明的状态。 这个无明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它造成的结果是，首先它会让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看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讲西方哲学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是什么？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 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在关注自己。我们认识不认识自己啊？哎、嗯，我们可能没有哪一个人说我真正的认识自己哦、啊。你要真正认识自己，你就是你就是见到了，哎、嗯，你就是明心见性了，啊、嗯。我们这个禅宗里面的修行，它也就在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是谁啊？这个有一句话头叫做“一念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是谁？是什么？”啊或者说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父母没有生你之前，啊你的这个生命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或者说？ 一念未生之前，我们人是活在哪里？人是活在念头里，人是活在一种心理的状态里。当你这个心理没有活动之前，你的生命是什么什么状态？其实我们没有想过，所以，哎、呃，这个我们一个要关注自己，我是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关注这个，我们对自己不了解。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这个世界啊，我们也不了解，我们也不了解。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生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人生最大的误解就是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因为我们。 不了解自己，可是我们又每个人又非常的在乎自己，结果就会怎么样呢？结果就会，我们就会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我们会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错误的认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把不是我的内涵当做是我，比如说。 我们会把情绪当作是我，情绪就像天空中的云彩，其实它不是天空，啊，但是我们可能会把云彩当作天空。同样，我们人的内心里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如果我们能够跟情绪懂得跟情绪保持一定的距离，那这个情绪呢，它就伤害不了我们。但是，当我们把情绪当作是我的时候， 这个情绪呀、啊，它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的力量，它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的力量，我们就会被这个情绪啊所伤害啊。所以佛教的禅修就是要帮助我们对情绪保持一种距离，把你跟情绪保持一定的距离啊，然后对情绪保持一种关照。 那我们的身体其实跟我们的生命也只是具有暂时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也很容易把这个身体当做是我，甚至我们会把身份当做是我，所以，因为我们把身体当做是我，所以我们就会害怕死亡；我们把身份当做是我，我们就会对身份有很大的依赖啊，比如一个人长时间。 拥有，我们拥有某一个身份，我们依赖某一个身份，最后呢，这个身份一旦失去了，我们就不知道何以自处，我们就不知道该，我们把自己戴的面具，这个面具戴的时间长了，我们以为这个面具就是我的脸，现在没有这个面具，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哎，所以因为对身份的依赖，贪着也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痛苦。 我们把身体当做我，把这个身份当做是我，由此我们也会产生一种焦虑、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这些东西它都会变化，所以我们会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某一种身份。那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些东西仅，仅跟我们的生命只是具有暂时的关系，我们能把它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它的变化会不会伤害到我们啊？它的变化就伤害不了不到我们。那另外呢，我们会对外在的东西也会产生一种我所哎、呃，比如说财富啊、地位呀、啊、家庭啊、感情啊，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呀、啊，也会形成一种强大的依赖啊、呃，作为我的一部分存在。当我们对这些东西产生依赖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象，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烦恼、痛苦到底来自哪里？我们的痛苦无非有的是因为来自感情，啊，因为有的来自家庭，有的来自财富，有的来自地位，有的来自身体的健康，有的来自于身份。那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事情，能够不产生烦恼？ 如何才能够做到不产生烦恼？那就是我们需要有智慧，啊，需要有一种智慧的认识。所以佛法里边有关于无我的思想，有关于空的思想。事实上呢，他所要否定的就是我们对这些东西所依附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啊，佛教讲无我，其实并不是讲你不存在。 而是你对自我的这种错误的认定，它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佛教讲无我，事实上是要否定我们对自我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哎、嗯，当我们只有否定了我们对自我的错误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啊？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你自己。所以，一个人如果每天能够不断的问问一句话：“我是谁”，我是谁，或者我们可以说：“究竟什么代表着你的存在？”我们会不断的做简化，因为我们在。 当我们对生命做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审视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认、我们所认定以为是自我的存在的东西，事实上它跟我们都是暂时的关系。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财富、家庭、地位、感情，很多东西，它跟我们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关系。当你在不断的审视的过程中。 你就会不断的剥离这种外在的执着，当这种外在的执着不断的在放下，不断的在放下的过程中，你慢慢的自然就能够找到你自己。所以佛法讲空，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要否定我们对自我和对这个世界的一种错误的认定和执着， 当我们把这些对自我的错误的认定和执着，通通的放下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找到自己。我们我们内心的迷惑和烦恼，自然也就自然也就减少了。我们内心的这种智慧，随着我们的这种错误的认定、执着以及由此产生的烦恼，不断的一点一点的被剥离，一点一点的被剥离。 我们内心啊，这种智慧的光明，慢慢的就会显现出来，哎，所以有了智慧，就会没有烦恼，所以佛法的这个在佛法的这个修行，它一方面呢是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智慧的认识，这种智慧的认识啊，是解决烦恼的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想要幸福。 幸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个重要的前提是什么？这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如果我们的内心有烦恼，我们就不可能幸福。但是，人的烦恼能不能解决？ 可以解决的。我们从因为佛教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都具备有自我拯救的能力，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都具有这种觉醒的智慧。所以佛法的智慧，佛法的这个教育，事实上，他所要做的事情，事实上就是要帮助我们如何去开发自己内心的智慧。当我们拥有这种智慧了之后， 我们就能够解除我们生命中的迷惑和烦恼。啊，当我们的生命不再有迷惑和烦恼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得到的这种幸福，它将会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将会是代表着你生命的一种本质的存在。它不需要依赖外在的条件。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哎，我们的这种生命的潜质。 它都会源源不断的散发出快乐。当我们的内心里边具备这样的一种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我们就会有能力解决自己内心的这种迷惑和烦恼的能力。所以，幸福呢，它不只是一种外在的一种感觉，哎、呃，如果是建立一种外在的感觉，这样的一幸福，事实上它是一个浮浅的、呃，因为环境会不断的变化。 哎，我们的感觉很多时候也会不断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幸福，事实上是代表着一种生命的一种本质的存在。我们找到这样的一种存在，那我们的生命将会永久的幸福。嗯。